呦呦，我马上伫对，伫遮，我准备好未？耶耶，我马上准备叫。你在直播上面，你在一直在打电动玩具，哎、欸，这人那网络的朋友，人会给你赌气的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不要这么老黄灯，你知道现在直播那个网络打游戏，很多人在看哎。什么？拜托哎，什么？大家都要看这个网络直播美女啊，唱歌啦，跳舞啦，送花送钻石啦。啊，不然呢啦，我们直接来问网络上面的朋友，哎，网友啊，我们现在是在直播间左上角追踪右下角帮我们分享，你敢不敢打在镜头前面打电动？哦，在网络上面打电动，真的有人要看吗？他喜欢看 LOL 跟传说对决，还有喜欢看太小杰的小地板。拜托哎，真的在网络上面打电动玩具，真的有人要看吗？我刚刚是无可能啊，因为你一直在打电动，人家为什么要追踪你？好呀，我真的很不懂哎，你不是也有用什么电竞的那个什么战队？你怎么会不懂？我懂了嘛，怎样？我来看网友看咩问呀？他说网络上面呢打电动玩具对脑子有帮助吗？这是真的假的？当然嘛是假的。拜托那个打电动玩具的人哦，拢好呆好呆啊！无我试一遍嘛，你看。有吗？有啊。按暂停。怎么样？你玩，给你玩。真的好呆，好像失智老人。我要帮你擦口水，好好呆哦。好呆哦，不然你喝一下。我不相信，太浮夸了。你两不相信？我试试看，好呆，打电动玩具哦，又太专注哦，那面哦都痴呆哎，你看没？是吧？为了打，为了打电动哦，那副眼头壳哦，拢在想去打电动，那嘴拢已经开起来，嘴拢流出来，拢不知影。真假呀？对啊，所以说在网络直播时说的打电动哦，对脑袋瓜有没有帮助？假的啦，一点没帮助啊！我要打对打越多，狼越痴呆。不是，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你都没有在看新闻了。最近有一个专题报道指出啊，你知道其实打电动啊，它的那个声光度还有游戏内容，会让人家的脑子学会专注。而且像我啊，就是因为打了电动，所以越来越专注，越来越有头脑哦。你们好啊，拜托你好不好？什么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在打电动玩具，在声光效果之下，其实脑袋瓜一直在运作的。对，就是它的灵活度跟专注度都会变好。嘿，拢假啦，不相信啦，不然我们一直打在镜头前面打电动好了。好，一起，我跟你讲，要练头脑啊。我们两个一起玩。我们两个一起玩，好。啊，你要喝水。是吧？我也喝水。